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一月七日《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气象局发布风台闪电的陆上天报，屏东地区目前正在盛大雨，台东沿海边爆发破一个大坑。川普找个暗时召开记者会，认为假批投票方式会让作秀。美国真侪电视台是转播到一半就甲画面切掉。国内在今仔日增加四站台北入境的确诊病例，是对印尼、墨西哥入来的。另外，在台北因受到不便报告，病毒检验拢是阴性的。讲到到今已经十一月啊，还佫伫咧做风台。轻度风台闪电今早起十点，暴风圈挖到牛栏片。中昼过后，恒春半岛的风雨变大，海涌也变大。垦丁的高压顶是无甚物游客，不过往回东港佮小琉球的船班过道了后，也是全部停开。不过也是有业者带着人客去到海边啊畅水，这款行为也着爱吃罚单。风真大真透，同时阁落大雨，屏东南湾后壁乌鱼港渔船游艇全部拢白暗暗，船旁石海边有十一级阵风，海涌是一直拍起来。轻度风台闪电来袭，唔那是真少看的。这个风台也是今年台湾本岛头一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风台。暴风对早起十点吸到恒春半岛，中昼过了后，风雨是愈来愈大。就休假日进前，不过也因为即阵毋是旅游淡季，饭店、民宿、大房状况影响无大，未少游客行程也是无取消。风雨太大，就只能在饭店房间里面。有一些客人就没有办法过来，那大概有一成左右都是因为台风延期。两间、三间客房安尼尔啦，嘿、嗯、啊，就时常嘛是小日啦。航运业者为了安全，来回屏东、东港加小琉球航班，七六中昼过了后也停开。在一点跟一点半，分别就会有两条船啊、来做输运的动作。不过海上警报前一天暗时就已经发布，早起也是游艇业者对后壁湖载着游客到南湾湖滨去畅水，垦管处被来个罚。虽然它是游戏活动，因为它未达七级以上，所以目前还是可以出港，所以我们。在后壁渔港出港的时候，同仁在安检的过程中一样有做相关的柔性劝导以及做收证。如果发布台风警报的话，也都禁止潜水，至少可以用国家公园法来裁罚3000。屏东县长潘平安也模糊去洗菜，因为根据气象资讯，暗时了后到7:00两三点，屏东地区可能会落大雨。李国光海军陆战队也派出两台两栖突击车到恒春消防队，另外对着屏东那边乡加嘉东乡正下开淹水的所在，也完成60名的兵力配置。记者综合报道。轻度风台闪电来到位，花莲甲台东也拢出现大影。伫台东的富光，煞有海边的爆发，因为海涌伤过大，冲出一个5公尺的大坑。另外，伫咧南势也出现车路积水的情形，受风台影响的范围内也拢出现灾情啊。趁风雨较细阵，民众赶紧提卡米拉，伫咧七星潭爆发边，甲亲戚朋友做伙翕相。今年头一个来台湾的轻度风台闪电，早起十点，暴风圈已经吸到高南片。虽然七星潭风浪已经愈来愈大，也是有民众去遐佚佗。风浪有觉得很大吗？还好。会影响到你们在这边游玩的兴致吗？不会。平时来很漂亮。平时来。天气好的时候很漂亮。另外，每一年吸引万外人参加的泰鲁阁马拉松比赛，伫七夕就要举行。煞拄到闪电风台，主办单位表示，为着选手的安全，拜时就开始密集巡视赛道。而且加强石头块放落来的区域，增加监测。特别有十组的监看人员在赛道里面做引导的动作，以确保选手在这个赛程当中能够平安的完成整个赛会他们的里程。闪电风台愈来愈大，台东市富光爆发南边，也就是花东海华公路159公里的所在，因为爆发未当你风影安尼咧强。刷破一个5公尺的坑，而且还佫愈来愈大，活动地区便是真烦恼。相关单位赶快来看，因为整个都变成酥皮了，整个都要重新再做过了，要不然整个护缸底下这一边159K 这一边，我怕会有破底的这个余力哦。过道了后，整个拦树已经伫个暴风圈内底，14级的强阵风。除了海顶的风影是大角，大雨嘛，地势南势公路几下路段出现积水的情形。
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到下晡为止，全台湾拢总发生四件路林的树啊，还有电火条啊倒去的灾情，也有一个人因为爆棚放气受伤。另外，台东县大埔乡、金峰乡、大进乡、太麻里乡嘛，因为风雨停班停课，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出门，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头一个有影响到台湾的风台闪电，伊的暴风圈也会经过台湾的东南部，气象局也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也要提醒到台东、屏东、恒春半岛、高雄甲台南地区的民众，就要严守戒备。中昼开始，南苏风雨真大，袂少店头提前把铁门叫来，便利商店也把风雨棒拢关起来，路的拢无人，零零清清。少数要营业的店头物件拢互买了了啊！轻度风台闪电一直换来，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有够闪电风台影响会继续到拜六中昼。今天呢是台风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所以沿海的风强浪大，而且有长浪。明天下午开始呢，虽然台风的影响逐渐的减少，但是下午到晚上呢，东北风会增强，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跟宜兰呢，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气象局预测，闪电风台24小时内主要落雨也是集中在台东甲屏东地区，恒春半岛拜五到拜六总计雨量会来到340毫米，台东县山内24小时也一直落雨。而在警戒范围内，台南高雄是以强风的影响较大。气象专家表示，根据即阵模式预测，未来10天内可能要热带扰动的形成。在菲律宾跟吕宋岛附近呢，其实因为伴随整个反声音的大环境，所以那边的一个低压扰动的一个现象会比较活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十月份台风生成的比较多。那这样的状况其实还是有可能会持续到11月乃至于12月。气象专家讲，由这个季节北方的冷空气较强，所以这一个风台侵蚀台湾机会较少，不过也有机会。对有观测记录以来，闪电风台是史上第四个侵蚀台湾的这一个风台。再来生成的风台是不是可能再侵蚀台湾？但时间更加接近，才有法度预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票还未开刷，川普阵营就开始指控讲选举无公平，也引起上好的支持者开始上街头抗议，甚至两阵人受当着也随发生冤家冲突。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还未出来，川普甲拜登的支持者是拢猫猫看，川普自己几个摇摆州计票的作业，嘛让上方的支持者情绪紧张，小人刷去街路示威表达因的不满。在宾州费城闹热的所在，川普和拜登的支持者徛在街仔路的两边，去有炸弹，还有徛铁马的警察隔开，不过也是有人在遐一句来一句去。关键的由拜州亚利桑那已经开出90%的选票，目前由拜登暂时领先。要拿川普的支持者去竞选的阵营互相加油，讲要伫亚利桑那州摕到胜利。另外，乔治亚州开票率已经达到99%，川普甲拜登的得票率拢要伫咧49.4%。要拿首都亚特兰大组织川普的支持者对开票的结果是真不满。If everything is done legitimately and fairly and truthfully, he has already won. He's already won the election. They're just stalling it so they can try to steal it with more and more fake ballots. Trump 成功摕到摇摆州佛州29张的选举人票，内底差不多有150个拉丁裔的川普支持者。在迈阿密一间真有名古巴的餐厅外口，响应川普指控选举计票的过程有问题。It's completely obvious it was stealing it, and the fact is, all these people around here, we're not about to let that happen. 在纽约，民众去街路要求计算每一张选票，却疑似出现动乱，至少有50个人去被警方抓走，真正的原因目前也无清楚。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有川普的支持者聚集在计票中心外口，这个对手在大选村卡出手，到暗时冒川普的支持者大声话讲，叫对手唔通把选票偷摕走。川普阵营表示。会针对这个州投票的乱象来提告，包括出现下州投票，还有死人投票的情形。不过，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NPR 事实查核报道指出，川普在了演说当中表示，假使干那看合法的选票，伊轻轻松松就会当选掉这个讲法，是无根据错误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美国总统大选开票的数量是民主党的拜登比较较赢面，虽然引起台湾这边 Trump 的支持者走去美国在台协会的 Facebook 顶头留话抗议，认为美国总统大选有作秀的可能性。虽然总统蔡英文初五要在 Facebook 顶头发表声明，强调讲无论什么人当选，都会继续深化台美关系。海基会代理董事长柯信雄也认为讲，无论是什么人当选，台湾都要加强竞争力。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拜登暂时领先接近当选抗战，也引起在台湾的川普支持者焦虑。拢去美国在台协会并且浪费，质疑投票作假、操弄选举。台湾民众真关心美选。总统蔡英文初五在并且发表三点声明，稳住民心，相信支持台湾已经成做美国主流民意甲党派的共识，将来也继续深化关系。初六蔡总统出席活动，对美选议题无阁做回应。总统有机会和拜登通话吗？会邀请川普访问台湾？美选结果也牵动美中台关系，学者聂德奇指出，蔡文上任了后较少经营甲民主党的关系。那拜登胜选，较歹调整方向，也出现政府对唔着步的质疑。金宝集团董事长也是海基会代理董事长的柯信雄认为，拜登当选美中关系可能较良好。不管三人当选，上重视台湾爱加强竞争力。我认为不必要这样做哈，最重要是我们自己要有很好的竞争力。如果是拜登上来，当然跟中国大陆之间的作业，大概可能呢就会比较没有那么激烈的改变，可能会比较缓和的处理吧。但真正的一些政策的这种比较成型、具体或成熟，我觉得要到明年才能够做判断。中华战略政协协会也举行美选后座谈会，分析美中台三方未来发展。李大中分析，虽然即马结果还有变数，假使川普连任，对北京会更加强硬；假使拜登当选，奉行多边主义，甲中国会更加侪合作。对台政策是毋是调整，还阁要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增加四人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有三个是印尼的查甫移工，有一位是对墨西哥转来的台湾人。另外，台大病院最近收到一包来路不明的包裹，内面拢是粉，怀疑是生物的恐怖攻击。经过检查，确定无病毒的反应。国内新冠肺炎阁新增加四个境外移入的病例，是按号571到573，拢是印尼籍的女性，差不多20至40多岁。今年10月2日，坐同一班飞轮机来台湾做工课，入境到达三人拢无症状。12月初是检疫期满进行采检才确诊。目前在医院隔离当中，也若按号574，是台湾籍20多岁的女性，今年2月份去墨西哥做工课，捌伫咧当地接触到确诊的人，还阁出现流鼻水、十片、头壳晕等等的症状。11月初是倒来台湾的时阵，有主动讲伊有病史，还阁有接触史。伫机场采检了后确诊，指挥中心表示，最近印尼境外移入的病例增加，目前当地咧考虑提悬所有为印尼入境的旅客检疫的措施。是不是会针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印尼籍的移工会或从印尼来的这边会做这个请他们提供这个所谓阴性证明的部分，我们当然在研议。另外，台大病院初五暗时收到一个报告，内底看起来是奇怪粉，引起胸部恐怖攻击的疑虑。警方接到报案了后，由卫福部疾管署派胸部防护应变队的成员，全副武装去现场采样，而且把检体送去昆阳实验室做快速体检。了后，阁透明送去国防部预防医学研究所做核酸的检测，拢总检17种的病原体，加在全部拢是阴性。我没有办法说排除它任何的声孔，因为还有其他嘛，它可能是爆裂物、放射物质或是毒化物。我们验的只有就是属于生物病原体的这个部分。指挥中心强调讲，为了因应国际防范生物恐怖攻击。疾管署伫咧全台湾6个区管中心，拢有设生物防护应变队，而且每一年拢有做演练。若发生类似的事件，都会当随处理。也若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疾管署的检验报告了后，已经通知台大病院解除现场的管制，而且做清洁和消毒。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盘中板出现新台币28.49换美金1元的局面，也打破这23年来纪录，落尾收在28.876。就企业的董事长建议讲，会当甲外国厂商收钱，改收澳元甚至是日票，谈好降低汇率的冲击。
台票一直升台，再去回市开盘不外久，台票就升破市场所讲的偏淮南方线28.5，盘中上悬来到28.49，升台3.8，创下23年来上悬的。五尾盘有变台，收盘台票对比金变台0.2，收在28.86，交易量12.2亿美金。第一出口为主，国内机械制造大厂祥云科技董事长杜英才讲，最近海外拢无收美金，转收澳元，降低汇率的损失。长期间还是有困难啊，你透过外汇的一个管理啦，就是尽量把你的资产变成比较强势的货币。把你的负债变成比较弱势的汇币，把它转成欧元，那相对来讲，它对美金还是强势的。那台票汇价真强，台股表现也未歹，受到美股连日收红，道琼指数大起500点，台股也开高行高，盘中一度挖滚13000点，尾也收在12973点，起54点，成交量1829亿，三大法人合计买超135亿9500万。虽然美国总统大选也未公布，外界烦恼恐惊对台币经济有变数，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美国总统大选无论什么人当选，台币依然会继续合作。台美的这种战略、经济合作还有供应链的这个合作，台美关系的好是双方互利的，那这个应该都持续下来。对明年景气，多数企业家乐观看待，认为比今年较好。不过台票若是继续升台，恐惊真侪经济成长变数。因为台湾经济也是靠出口，若是走袂掉28块，台票继续升台，汇率损失恐惊影响台湾经济成长。记者慈宏合报道。对着我们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彰化县政府跟旅游业者合作，要推出3天爱16800块的旅游行程，要带观众朋友这民众咧去彰化跟南投佚佗，也参访到在地特色，也佫有拜访国宝级的老师傅。不过有民众认为讲3天爱开16000块，伤过贵啊。去彰化鹿港游古井吃小食，帅去参观大所工艺，近距离甲大所对话欣赏创作。嘉义县府甲旅游业者推出高端旅游行程，暗过爱16800，一般民众价格实在是伤贵啊！16800，对，10000，对，几天？3天2夜，按觉得这样的价格你可以接受吗？那要看地点跟住的地方啊。饭店一定要好，才会吸引人。OK， 对，要不然那些景点自己都可以去。对啊，我骑摩托车到了。疫情影响未当出国，彰化县府看好各路商机，加旅行社配合主推文化加彰化特有景观，深度旅游的总裁级假期，计上16800，时间3天2暝，为台北出发，包含彰化鹿港、南投埔里甲日月潭。行程重点除了彰化线行车库、甲鹿港小食、玻璃馆古迹，也佫有江溪大师对话。南投是体验地文化以外，也佫有日月潭游湖。因为一般游客大概都是比较喜欢热闹，形式上会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一次这个比较高端的，他们其实取了一名叫总裁假期，就会偏向比较高端的分子。彰化县府表示，彰化有真深的文化内涵，重点放在古都人文在地美食，甲工艺大师对话。目前已经八团，暗过未少民众也是认为安尼介绍拢能出国啊，为景点甚至演家己去，吸引力无悬。学者认为，除了应该客栈分流，景点的两硬体拢要加强。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把整个都把它做一个盘点跟整理，啊，整个品质都要维持相当的品质。才会让大家觉得说这是算是物超所值。学者建议，行程大部分是现有的景点，要加强解说和行程的转接以外，跟一般游客分流和硬体加强，才能做出跟一般各路不同款的品质，提升大家认同。记者综合报道。在了去年，台北市政府要推动南港地区的都市更新，目前已经有超过60户的徛家，打算要甲附近的新建案做回起厝。不过，煞有几间啊无同意都更，想要爱都更的人认为讲，这几户无爱都更的，就要排除在外。不过，排除在外面积煞无达到1000平方公尺的标准，就安尼生这个案件就卡掉的。墙壁哦，你看我们如果有清。没多久，差不多几年而已。你看，现在水都渗进来。楼梯间的壁顶拢是壁癌，旧楼梯嘛出现壁损，甚至钢筋拢走出来。啊，这个裂的这样子，你看。
台北市南港的西新里，一间买五十年四层楼高的公寓，住伫遮的人嘛有货啊。每天举杆也伫个爬楼梯，唯一的心愿都是希望有一天会当成功都市更新。讲有电梯啊，较免安尼爬甲喘甲。去年台北市府推动南港三专区，推动限期六年都更奖励政策，不过到今敢若有大型的建商有成功起大楼，边仔的旧公寓无人受惠。即马西新里差不多64户的旧公寓整合完成，而且按算甲附近的大型建设公司基地协议合建，所以因为有几啊户无同意，所以要卡掉了，才同意户想要甲顶啊户做分割。不过以三专区的规定，分割村的土地要伫一千平方公尺以上，土地切割的条件权是真恶整合。剩余的面积必须超过1000平方公尺，但是呢，台北市都市更新条例明明说500公尺以上就可以，那你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严苛的条件？你是不是在找南港区住户的麻烦呢？它会规范1000以上，是希望，它有一定的开发规模的效益，那还有邻近单元可以做整并的动作。原则上，1000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可以处理。杜景同意后表示，依三专区的规定，杜景的计划要在2025年1月份进行，送件给市府报核。工业区就会变更做主体区，不过若超过期限，就会变做工业区。后日了就袂当阁改起主体，未输以后就无翻新的机会。再加上建商因为贷款买土地，有立钱的压力，要提早开发。敢若愿意等到年底，在时间的压力之下，居民希望会当得到台北市府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省咱来关心国际疫情。美国伫咧初步增加超过118,000人确诊，这数字也是破一日增加的纪录。另外伫咧意大利也出现感染人数甲死亡人数搁在创新高的情形。另外伫南非，因也发现讲水疗器一款物件咧，伊的身躯顶有武汉肺炎的病毒，也决定讲要甲人工所饲的1700,000只的水疗器全部灭掉。也将同在库比国当地初步增加的患者，搁一摆创下一天的新冠纪录，增加了118,000人，累计感染人数是969,000人，死亡达到23,500人。即马是美国连续两天增加患者超过100,000人，和美国 CDC 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关注到2倍，美国的死亡人数会达到26,600人。欧洲各国疫情嘛开始拖，意大利为初步开始实施宵禁加新的封锁令，也不过过去24点钟增加患者超过35,000人，死亡达到445人，双双创下新冠的纪录。Potrebbe essere giusto se si hanno risultati, ma vedo che anche con l'altro lockdown e tutto il resto la situazione è sempre quella, bisogna trovare qualcosa di differente。在波兰，初步增加患者27,143人，创下一天增加患者的新冠纪录。活动局想要为初次开始对学校和企业实施防疫的新的禁令。丹麦传出有人工饲的水疗器身躯顶发现了会传染予人的变异的新冠病毒，活动局紧急决定把境内所有人工饲的1700,000只水疗器处死，来阻止感染扩大。这紧急命令嘛，得到 WHO 世卫组织的呼吁。Samtidig ses smitte med nye muterede typer af corona både i danske minkbesætninger og i lokalbefolkningen。另外，希腊为初次开始宣布进一步实施新的封城令3礼拜，除了原本的规定，超市、医疗保健机构、甲药房以外，所有零售业者拢爱关起来，民众嘛爱有许可的证件才当出门。挪威是伫个同一天开始限制酒吧、餐厅袂当营业超过12点，而且限制活动甲家庭聚会人数。那是初五已经实施封城命令的英国，是出现反对民众，认为受到监视的压迫，对着匿名者组织上街头示威。记者是董经理报道。热带风暴伊达吞达到中南美洲，根据着外国媒体统计，上部有70人死亡。虽然目前威力有较减寡，变作是热带风暴，不过也是有机会变强。这个热带风暴说落来，变作是往到美国的佛州那边去啊。山顶土石松动，树啊连根拢挽起来。热带风暴伊塔侵袭中美洲，大水河甲做大水，和台湾邦交国瓜地马拉受创严重。一个村庄发生崩山意外，官方估计至少50人罹难。Hemos cubierto 42 incidentes, más de 1,500 personas atendidas, 293 personas evacuadas,
119 albergues están habilitados en los departamentos mencionados y tenemos a total 284 viviendas afectadas. 在台湾另外一个邦交国洪都拉斯也一直传出灾情，雨落真紧，阁真大，雨河水涨起来，流入墙角，水淹到脚底，当地民众赶紧来撤离，把物件全部放伫小船顶面，撩水到紧急避难所。灾情至少造成七人死亡，损失即阵也难以估计。Ha sido muy doloroso porque fue tan rápido la llena, mano, ahí, mano, que ni nosotros lo creíamos ahí, mano. Estábamos durmiendo a las 12 de la noche, mano, cuando empezó a llenar aquí, porque vivo acá. 伊塔是近年来对中美洲造成严重灾情之一的风台，伊每小时150英里的大风登陆尼加拉瓜，街路变细河，几若千人被迫疏散，灾民积极政府拢围观。虽然伊塔登陆了后减弱真多热带风暴，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告，沙拉会伫加勒比海海上变更加大，拜六会行向古巴加美国佛州。中美洲的风台发生的时间会继续到十一月底。咱国外交部已经向这三国提供每一个20万块的援助款，来协助友邦渡过难关。记者史宏合报道。缅甸在当地时间初八要进行国会大选，也因为防疫管制限制因的竞选活动，有真侪小党拢伫咧怨气讲无机会接触到选民。那照办事来看，翁山书记所带头的全国民主联盟应该会当来得胜，不过也着爱面对四分之一的军方释出以及着反对党的威胁。面对一直生团新冠病毒疫情，缅甸伫今年国会大选伫11月初八投票日进行，伫10月底安排予60岁以上老人提早投票，分散投票人潮。75岁领导人翁山书记也无例外。政治分析家陈贵，虽然政府伫经济发展甲防疫各方面表现拢予民众无满意，啊，不过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有翁山书记的光环，也是相对看好应提上届国会席次。I think it's really the personal support, even love, that many people have for Aung San Suu Kyi herself, almost irrespective of how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performs, how the economy performs, and so on. There's still an enormous amount of emotional support for her. 这摆参选政党有90名，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资源少，佮缺少整合，在政府防疫限制之下，这摆大选无甚物生存的空间。今天嘛，有搞维稳的，今嘛有办的啊。COVID 的中啊的啵，COVID 的中啊的对，COVID 感染嘛，阿娘嘞低价的，但咪干得的严严吧嘞。等俺娘娘的时候嘞，他部队路呢嘞是阿娘种骗你的对，今嘛有办的呀，因为等开开，内因塞比了，没出来路过弄你啊的啵。川南的新国会在明年即月开议，按照新宪法规定，总统由国会推举产生。不过，军方代表有四分之一保障席次。亲军方的联邦广告和发展党也准备趁目前民众对政府施政不满意，家己提多数席次，是目前唯一能威胁执政党地位的在野势力。分析家陈辉真实在军事独裁期间，受迫害的选民为不要让军方有机会重新掌权，只好选择翁山书记和全国民主联盟。只是执政党是不是提倡这个习俗，组织军方重新掌权，都要看初八选举结果。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去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说予国民党团阻挡第七届。那也立委质疑讲，行政院的幕僚伫咧网络利用图片攻击在野党，甲因口舌。那也立委在今仔日也去到台北地方法院，要告苏贞昌失职。初六早起，立法院会国民党第七摆占领质询台，无爱予行政院长苏贞昌上台报告。不过，这摆国民党占领议场提出的人形看板也加出第五个人，镜头是指向行政院发言人爱丁义民落台。孙昌院长道一个歉，那么困难吗？行政院发言人士搬到这里来啊，做梗图攻击在野党。国民党立委也到台北地方法院来控告苏贞昌疏忽职守，越把行政院当作网军的上游，
那所谓的网军国家队是拿来洗台湾人的脑。国民党团抗议美国猪肉进口已经七摆抵制止损，也批评行政院持网军国家队抹黑在野党。不过苏贞昌对美国猪肉、美国牛肉集团也讲，马政府开放美国牛肉进口已经八年啊，可见莱克多巴胺在一定的温准单之下是安全的。杯葛行政院长什么权力？反而是放弃了立法委员自己的权力，却要做得很好的最基层的年轻工作同仁。要他们来下台，都是本末倒置。由国民党立委林维洲提出的反三八经低价公投提案，中选会初六举行听证会，厘清这项公投是不是符合公投法内底重大政策法案。有法律学者认为，开放美国猪肉已经构成重大政策要件。开议的第一天，2019年9月18号就专案报告。那我想这个应该可以被理解为定位成，至少就行政院的立场而言，它当然是重大政策的改变。而国民党立委质疑，中选会是借听证停诉拖延时间，让连署未付。若要付的，明年8月的白宫投投票，国民党必须在2021年一月展开第二阶段公投提案连署。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德今下晡咧议会进行市政总质询的时阵，却去予议员王世坚家批评讲，这六年来的政治成绩全部拢是臭蛋的，规个市府团队拢只是想要选举，却无心伫咧市政。针对着外界风声讲，黄珊珊就是郭文德的接班人，郭文德也讲会提供有意愿的人先来熟悉环境的机会。台北市长郭文泰被新台前被打大大，最近也拍成相片。民进党籍市议员王世坚批评郭文泰六年任期弄得碰风正正，佮提出红车大最近也爱碰风，送予郭文泰批评规个团队小选举无心市政。我们竟然三位在座的现任的副市长都也要参选，上面的都在想选举，那你这样市政可能做得好吗？这个议员哈，现在行政院的那些部长，哪一个不是选举的？你到底懂不懂这个政务官的制度啊？最近中央甲各地方政府对内底议题，就是安住地条例发生争论，官批各口说行政长苏贞昌将艰难日子好拖垮。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家己会力守市民健康。一下骂他好懒，一下骂他坏，一下暗示他可能失智。你觉得你是不是对苏贞昌有成见呢、啊？不是啊，我跟你讲哦，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我也想不出呢。我说这些脑袋要怎么装？中央有一些做法上，也许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最重要还是我自己，我自己要力守我们新北市403万市民的健康。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初六也向议会送出规范肉品内底零检出是安住地条例修正案，会搁排入议程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美国总统大选，也牵连到台海局势，特别是川普上任以来已经卖10次军事武器给台湾，金额也超过美金180亿。虽然大大有增加台湾的战略，不过也影响到国内财政。就学者认为讲，不管什么人做美国总统，压制中国卖武器给台湾的行为，拢未改变。也是前美国总统什么人做，各界拢真关心。目标连任的川普过去对台军售，虽然增加台湾防卫战略，啊，不过国防预算每年升悬，被怀疑摆脱其他预算，而且军售也被看作是美中关系改变开的时间。那民主党拜登当选，台海局势如何变化，对台军售是不是有影响呢？对台湾的军售，我想影响会非常有限的。一个证据就是说，川普跟拜登的竞选政策在他们的相关安全议题又。国防议题里面都是特别知道，就是对于中国是采取比较就是战略的竞争者的角色，甚至是明确定位为敌人。川普政府对台军售有空对台飞弹、MK400、各式战车，加对台单笔金额相关的军售案，总共有80亿美金。66架 F-16V 增加台湾空防战力。今年是海马斯导管火箭系统正进行固化陆攻飞弹，400个飞车飞弹。加上无人机，10亿的军售超过180亿美金。包括空射的增程距外攻击武器，还有海马斯都是在射程300公里以内。最重要是中华民国本身是强调是自卫权，所以绝不会开第一级。那这些是等于是第二级的能力，也就是强化吓阻。
佮传出国军已经甲美方签署新台币3,6,570,000，海洋型弹药采购案，应维持未来九年海洋弹药需求甲补给数量。国防部防导解放军进犯，暗个解放军的军机侧南游完干扰台湾西南空域。关于西南空域的整个活动的动态啊，我们透过联合情报站的掌握呢，通过全程掌握。苏清文分析，第一次抗击数年进前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不高，暗过 ICG 一国两制法，中国外交破坏，中共军机侦察国军演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公布海警法草案，明确表示，伫中国解管的海域内面，若准外国船只违法，就会当使用武器对付。日本媒体就认为讲，伫钓鱼台附近的日本渔船，恐惊会变作中国的目标。不过，有学者表示讲，这个法案吓惊意思是坐过武力对付。中国全国人大初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海警法草案，明定海警机构是中央海上武装力量，甲国家行政执法力量。其中第19条提出，中国海警对伫中国管辖海域进行违法行为的外国船只可使用武器。日本媒体指出，伫钓鱼台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恐惊正式目标，引起日本政府真大注意。尖閣諸島は歴史的にも国際上も疑いのない我が国固有の領土。関係省庁連携しながら情報収集を図りつつ、尖閣諸島周辺の警戒監視万全を尽くし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日本强调的冷静应对，未让中立船只冲突的事态上升。不过，这时阵中国提出海警法律，学者分析这部法令真奇怪，因为中国海警所属的武警也并无武警法律，对争议海域使用武力问题，国际法也无相关规定。这阵中国讲海警会用动武，是对周边国家有警告的态度。写上动武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目前就是说，他是可能是有觉得有这个宣示性的必要，可是就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会动武，或者说他可能只是用水龙来把那渔船驱赶走啊，等等的，他用这个几率，我觉得可能会应该会比较大。中国现在有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高傲的一个态度，就是我是世界第二大国，你们不喜欢我那是你家的事，我要做我认为该做的事。学者分析，中国、日本、台湾拢强调对钓鱼台有主权，而中国、日本最近在周边海域冲突不断，是毋是真正使用武力可能性无高？因为美国、中国对抗之下，中国也是希望甲日本有对话管道，双方应该拢会先冷静来找到共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有一个人专门偷看雅马哈的奥多拜，特别是竞战这款车型。偷看了后，甲奥多拜牵起胎把、拆零件转卖出去。警方唔拿抓到嫌犯，也发现到其他车的零件交换中心。车顶啊，摆起讲甲酷相，摆甲跪涂骹，这拢是其他车去用拆开了后的零件，而且差一点啊，各方转一手卖出去。警方11月初在中和查到人工台肉场的叉拉车零件交换中心，工厂内底交交拢是偷砍来的奥多麦，还有75台叉拉车，差一点啊去用拆拆的摕去卖。发现这个夜镇半夜哈，但是人声鼎沸哈，包括这个拆车要去交零件的，包括要去装零件的，都在那边做交易啊。比如说我们后照镜不小心车子倒了断掉了，可能换一只后照镜，原厂的要1000块。但是在那边台霸场，他只要100块，几乎都是10倍以上的价差啦。查拉车的零件转卖了后，有里头通好蹭。要若涉案的，是一个人甲合作竞争杀手，是专门偷看有名的竞争机车。这个姓颜的男性嫌犯，伊顶半年才伫个上北偷30台同型的机车，去用查缉到案，收押禁见。到月底交保了后，伊阁一届犯案。11月初，阁有几下车主受害，警方接到举报了后，趁伊当伫个拆头砍来拆了车的时阵，阁一届甲伊逮捕。我们就心照不宣，我就说你就跟我讲，他也说他也不想被押，才有办法这次哦去公诉出后续的这些这个机车零件变卖的管道。警方表示，这个姓颜的男性案底是坐干那鸟毛，受害车主甚至组织了复仇者的人民来自救。要若即个姓颜的男性，竟然想要甲拆过的车壳迄对抵押去，想要暗砍证据。不过警方已经用怪手甲车壳糊上花，而且甲姓颜的男性、甲工厂的主嫌还阁有共犯，以窃盗等等的罪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有业者拍算伫咧云林美仑学公国小附近买起一个甲稻啊砍锁的保存中心，却因为离社区学校上过近，当地居民也因发起抗议。主要是原因讲本地落水溪着淹淹，若阵过时间落去，生活品质一定会受到影响。
遇到被爆掉，布帮化掉抗议考核，因为近期有在云林二龙乡的小港国小，伫无到200公尺空地，有云林米厂业者，规个要兴建稻米的砍树中心，看不下当地居民开说明会沟通协调，引发当地民众不满。这里管政府也好，公所也好，有关单位也好，他这个选址真的非常不当哦，因为离砖头拢无200公尺，搁伫好咧遮。哦啊、所以这种情形，所有的居民，大家是拢总100%的反对。当地民众表示，二龙的大针川临近落水溪兴湾，过去已经有用电的问题，现在若是过来设稻米的砍树中心，会烦恼粉尘含噪音，影响到临近的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对此，我们管府表示，业者于去年12月依法申请，但现在居民有所疑虑。也要求业者停止动工。现在其实合法，但是不是合理跟合情的部分，哈，这部分我们回去研议的。所以目前的，就是先停工这个部分。对对，因为我想，既然居民有疑虑的这部分，我们当然站在民意的基础上。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决定说，我们干燥机的部分就不设了，那只有留那个仓库的部分，那仓库的部分就没有空污跟噪音的问题，这样子。米厂业者的表示。目前决定无要去砍树的中心，但雕像设置仓库做使用。一间大约10多台车经过这，但当地民众嘛坚决反对，惊囡仔上下课有安全疑虑，要求业者阁另外找空地来兴建。对此业者就讲，目前向当地民众共识后，再来动工。记者吴立波道。在今年10月7，有只台湾乌熊去中到掠沙猪的外野所，经过直升中心的抢救，目前已经复原。虽然讲伊的手掌怎样有断去，不过未影响到伊伫咧野外爬悬爬低。那阵顺利，上紧伫11月底就谈好野放啊。兽医师搁一摆替编号71的乌熊空嘴舔起来，伊倒前脚的枕头骨已经提掉，筋膜受损。兽医希望为伊家属粘合空嘴。手术过程透过人啊内底 CCTV， 沿看到乌熊沿爬过矮墙，也搁用受伤的倒前脚先轻轻落地作为支持，复原情形真好。植物缺植的话，最应该是主要影响是它攀爬爬树的能力而已啊。但是因为黑熊它本身来讲，它就是杂食性啊，它以植物类的食物居多啊，所以那个缺爪子的话，是对它基本上生活和野外的生活是不会有影响的。七一一乌熊10月7日在台中和平东猫山一个果园被特色定掉咧，伊想要挣脱，啊，不过失败，还佫一直流血，外面好袂少人拢真唔甘。后来将伊麻醉了后，送去特生中心急救站治疗，2次健康检查发现已经大颗4公斤，那顺利等于准备压放。会在笼舍比较高的地方呢，来放置食物，来观察它的攀爬能力，作为我们野放之前的这个评估。若一切顺利呢，我们渴望在11月底可以来进行野放。即马七一搁比沙往外口较大个所在大，新环境会有点仔紧张。为了后摆应顺利野放，这段期间照养员避免介接触，也避免伊对食物件甲人产生连结，互伊继续对人类保持警戒。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医疗奉献奖有8位医疗人员得奖，有的人是走入偏乡奉献给台湾超过50年的绿绿色身躯，要推动早产婴儿医疗化制度的柯庆玉医师，感谢一挂医疗人员用医者父母心的态度疼惜一片土地。总统蔡英文接见今年第30届医疗奉献奖得奖的人，这群医疗人员伫台湾偏乡甲离岛，长久以来守护台湾医疗较欠缺的每一个所在，已经来台湾超过55年。意大利籍的媳妇吕若瑟嘛是得奖的人之一。以我的个性，我不喜欢，但就是希望自己默默地做事情，帮助别人呢。常常说不喜欢得到什么奖啊。以我们天主教为天主做事情。面对得奖，吕若瑟媳妇是真谦虚。伊长期关怀身障儿童，搁伫个宜兰成立性家庭启智中心关怀身障儿童。因过若厝里有早产的囡仔，大部分拢无法度负担遮尔啊济医药费。柯庆新医师投入抢救早产儿40年，嘛推动早产儿医疗制度，也佮健保给付单株抗体的社，帮助袂少家庭。我们的医疗不是只有救小孩子，生命危急的时候把他们救活了，那他们之后要回去之前，我们怎样去了解他的家庭，家庭要照顾的功能怎么样，种在这个病人的右边
变成两个外来的心脏互相跳动，两个心脏各跳各的，但是这个病人终于可以离开叶克膜出院。今年83岁朱淑芬医师是台湾头一个患者心脏已经停起，而且佫成功手术的案例。在1989年时阵，成功替一个本身有两粒心脏的患者做心脏移植的手术。除了个人的奖以外，医疗奉献团体奖是由屏东齿科医师工会下底偏远巡回医疗团体得。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妇女救援基金会统计，台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去予日本兵操打押去做性服务的人，愿意表态有59位。这群人予人叫做慰安妇的阿嬷，即马只剩两个人在世。基金会也成立全台湾头一个关心慰安妇基地的博物馆，所以因为疫情甲经费问题，在1月70日会先关起来，暂且休困。我哩顶讲吼，除了是代表迄阿嬷吼，啊，这伊这个样子吼，就相当于阳明山嘞，即嘛迄个芦苇，好啊，芦苇呢在圣经里面就是它不折断，啊，柔弱但是有韧性。照芦竹的形体打造的顶讲，计共59枝，抽出来的人名，每一个拢代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后，去予日本征调去做性服务的慰安妇。这间在台北的化街，真有古味的厝体，对清朝流传到今，不是干茶店、杂货店、甲米行。5年前，妇女救援基金会上尊这个所在有袂少观光客，转改伊设计做阿嬷岛人权博物馆。一个部分是传承整个历史的一些真相的部分，大家看到真相哈。第二部分希望传承一个女性的一些。那个性别人权的一些意涵在里面。阿未来进前吼，拢想袂到讲这个议题内底吼有这么大的学问。吼，阿来参观了，才了解讲台湾吼有这么侪、这么辛苦的女性有遭受讲这款的议题。不如个阿妈岛人权馆，逐个月简单出租就超过19班。妇女救援基金会表示，逐年平均得了300-400万，今年搁碰到疫情，门票含一挂商品卖了卖，一趟动到11月初就会关门，准备搬厝。大家是每年都是负债在经营的，今年疫情的影响，门票收入像1到6月只有几千块，非常的困难。那之后民众去。参观的时候，在那个大同区的附近，然后距离捷运站会更近一点。妇女救援基金会对1992年开始找出阿嬷的故事，教用艺术一步一步陪伴阿嬷，行出历史，但因身上甲心内所留落来的伤痛。基金会讲，阿嬷对祖本的59位，即马只剩2个，不过因会继续办展览，望更加侪人重视性暴力的问题。记者闽晶张玉水台北报道。卫福部的台东病院有一位心理咨询师，对伊所接触的个案当中，把一挂故事写作10篇的短篇小说，描写着患者心理的故事，也提醒着咱爱关心咱的心理状况。这本心理小说集《月目相下》是卫福部台东病院心理咨询师周求基讲，为接触视觉失调、压力创伤症候群、情绪障碍甲老人失智等等精神疾病患者。改编作10篇短短的故事，第一篇故事的主角就是失去父母、手又搁断去的月目。心理师讲，伊有视觉失调、重度忧郁、甲压力创伤等等综合精神疾病，而且甲伊囡仔时代还佮有青少年时期，情绪拢压掉咧，找无出口造成的。不过透过一届佮一届的咨询，30多岁的月目，佮重新甲囡仔时代的笑容找倒转来。曾遇到霸凌，他不敢讲，然后以至于他都放在心里面。那这样子的影响会随着他年纪的一个成长，会发现这些学生他的人际是退缩的。卫福部统计，目前台东县临床心理师只有5个，108年台东县有1400多个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心理师的脚手严重无够。精神科病房医护人员认为讲，心理疾病的患者除了用药来治疗，更加需要有人听因讲话。我们台东说实在的也比较偏乡啊，那有一些精神疾患的一些患者，他们的声音比较不容易让人家听到。当那个爱跟关怀产生了，
他是会真的很支撑这个病患。针对社会上出现心理疾病患者犯罪案件，周求基讲认为讲，伫治病初期，若是有人会当家关心、听伊讲话，可能就会减少发生危险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超过一百年的德加车头是阿里山新民铁路要上线起点，目前还搁伫咧营运。说因为规个车头拢是用茶起的，目前已经有损害，政府也按算讲要开1300多万改征收。为外口看车头的出尾顶，会当看中内落去，厝顶内底结构嘛，互水遐夹夹害去。家己管德加车头，捌伫1950年来顶起。但是即卖因为规个目洲的站体甲地层落塌的问题，阿里山林业铁路甲文化资产管理处要开1300多万来征收。因为目前站体损坏、地基下陷，还有白蚁的危害，已经影响结构安全，所以本处在8月20号开工，以原量原色进行修复工程。德加车头起伫咧1906年，虽然有顶过起过。但是依然维持日本时代的款样，是人体四座目洲车站之一，也是台湾少数还有在使用的快木车头。为了安全，整个车头要全面检查和修理。发现就是防虫蚁的部分，然后还有加上屋架屋面审修，然后地坪跟木结构。那当然也会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有部分拆除的地方，它有一些土台的部分也都是受过那个白蚁啃食的部分，那个也都需要被整体来一起做评估。这边附近。因为车站整修的工程，然后旁边我们规划景观工程，规划后就是有一些新设的步道，就由那个指标系统下去指引旅客过来临时车站这边搭车。林体文主处表示，德加车头是关顶古迹，嘛是阿里山新民铁路要入去山区的第一站，希望透过古迹的修整，提升林体铁式车头的服务内容，带动阿里山铁轨路沿线的观光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对22度到3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0度到27度。